从钢琴到二胡，从吉他到小提琴，卡内基音乐厅迎来了35位极具天赋的青少年表演家们，他们都是历届 American Prodigy 国际音乐比赛当中的佼佼者。在这35位登台演出的表演者们当中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亚洲面孔。在此次夏季音乐会中，还出现了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的身影。著名华人音乐家雾点点带来了二胡独奏，来自温哥华的王艺兴和张瑞用四手联弹的形式表现了中国钢琴曲《恭贺新春》，给卡内基音乐厅添加了一笔浓浓的中国风。美国中文电视实习记者李坤元报道。